下面那些房子呢是太监出的，但是呢，因为小三是太监，能够住在这儿的太监都是像安德海呀、李林这种大太监，而且呢，住在这儿的太监是有老婆。孝有三妻四妾，中国古代呢，中国古代如果没有这个男人死后没有子女的话，他就会